不在家，我来吃糖了。先来吃哪一个糖呢？先来吃这个粉色的糖吧。嘿嘿，这个糖果长得这么漂亮，肯定很好吃。我要打开它，哇，里边也是粉色的糖果，我要尝一尝，好不好吃？嘿嘿嘿，你个小米啥时候回来的？太淘气了，把我糖吃了就跑了。没事没事，我这还有两个糖呢，我来吃这个糖吧。嘿嘿，打开，哇，这一个是绿色的，我来尝一尝这个好不好吃。嗯，好吃啊。啊，这个小米又给我吃了，就剩这一个了。我来吃这一个糖果吧。不知道这个糖果是什么样子的啊，这个怎么是黑色的呀？我打开来尝一尝，好不好吃吧？啊，又给我吃了，吃的肉。这个小米太淘气了，不行，我要整整它。你看，我这有刚买的辣条，拿根，我要整整它。哎呀，淘点辣条，嘿嘿。哎呀，吃一个香喷喷的好吃的。这是辣条，可辣可辣的了，让你偷吃我的东西。